全国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《勇冠前朝》。今天大盘又大涨了350点。我昨天怎么跟你说的？你应该看得很清楚，各位。我说昨天是这周将是创高的关键，台积电表态将是它的助力，是不是？今天各位就创下新高了。台积电的影响下，台股攻上外太空。我们昨天有跟你说，我都有提早跟大家去做报告。其实昨天盘就很明显的，台积电就会带领整个大盘直接往上攻。毕竟来讲话，它离前高不远，意味着台积电就会成为了四位数。我想我已经讲得非常久了。那么各位，当然来讲话，我跟大家报告过，台积电第三季营收激增，挑战同期最高的时候，在7月2号出来的时候，就意味台积电的股价就有机会创下近期的一个小小新高。那么在电金冲锋之下，台股已经收完23,000，23,000未来会不会成为它的地板价，我们拭目以待。所以整个大盘来讲话，它就整个是属于一个金金涨行情又回来了。如果明天未来持续的再持续攻高的话，你千万不要看空台北股市的一个力量。我想我讲得非常清楚，整个大盘来讲话，你千万不要去放空它，各位。所以它一直上涨之中，其实你就跟着它的趋势往上涨，它就会让你各位大赚钱，非常重要。我跟你说过，台湾的经济成长率上修到 3.57%， 当然我跟你说过，台股不设高点，回档即是买点。可是你会发现说，其实大家在殷殷期盼的回档，你看大盘回档，它回档其实不深，就直接创下近期的新高了。所以现在怎么样？大部分来讲，它回档的幅度不高，就有机会在一个大盘的一个趋势多头之下持续的创高，非常重要。那么你还记得吗？之前我跟大家报告过台积电的股价跟华城，各位你还记得吗？哪一个会创下先到千元？可是我学艺不精，没办法，这两只同时到达千元股价。我当时跟你预测预告华城会比较早，结果呢，今天这两档同时到达千元。我想我已经完成我跟大家报告的任务。其实这两档股票真的非常强，所以每一档的一个机会，这个时候其实很多的股票都在持续的创下近期的新高，你要把握这个赚钱的机会非常的重要。所以华晨创新高我也不会觉得意外，当时我跟华晨跟台积电在做比较，因为这两个字来讲话都借临的四位数，从三位数到四位数，所以我跟大家报告过比较快。但是呢，今天来讲话，台积电开盘就到1000元的，那华晨呢开完盘以后，后来才到1000元，可是华晨收的比台积电还高，所以还我小小的公道。最起码华晨的股价还比台积电稍微高一点，就是我给我有点欣慰。最起码这两档股票是同时到达千元的股价，我想我之前的节目都有公开分享说，有可能这两档就几乎就会华晨比较快，但是呢，今天台积电比较快。但是也恭喜大家，其实这两档股票就真的创下了四位数。那么我之前跟大家报告的股票还记得吗？6月10号的森阳半导体，再生晶圆需求下创下近期的新高。那么在创下新高之后，6月13号，各位，晶圆预估火速填息。7月3号涨停板森阳半导体，各位，7月4号涨停板，各位，我们有买进完以后停损设70元，各位恭喜狂贺森阳半导体挣了7元，亮灯涨停板。那是不是真的创下近期的新高？所以我跟你说过，其实台积电的很多的设备股 CoWAS 的概念股 CPU 的族群是不是你要注意？所以各位，我是不是提前有跟大家分享一下，各位，台积电的供应商设备股是不是跟大家报告过均豪创下近期的新高， CoWAS 的概念股其实创新高，散热族群 CPU 族群先进制程，其实这些股票都是轮来轮去的。当你不知道怎么操作的时候，欢迎加入我们的行业。重点各位，你要加入我们的 Light， 这样子的话你可以知道说很多的标股都在我们的节目都有公开分享，尤其是 Light， 在 Light 里面很多的讯息都在，好的股票都在 Light 里面提前跟大家报告。喝康东底加，我想我上个礼拜推荐的一个股票，三档股票有两档涨停板持续涨，一档涨了4根涨停板，其实我都免费送给你。当时我想盖牌，但是来讲话我忘记了，就直接送给大家，但是还真的涨停板。所以各位，
我们的生有半导体微笑财神爷挡挡涨停板，持续的创下近期的新高。那我跟你说过的股票，其实它都涨得比较慢，没有很快。所以各位，微笑的财神操盘法，专注于成长，让你财富更自由。所以生有半导体创下近期的新高，我们稍微看一下8028，是不是创下近期的新高 ？OK， 这涨幅有没有 20% 了？今天短线都有 20% 以上的，所以很多档股票其实我都在节目里面有公开的分享。其实我不太爱换股票，我喜欢一股股票持续的涨，持续的涨。但是你要懂得如何去进场。如果你不懂的话，欢迎加入我们 Light， 我来带各位如何去做进场的动作。那么在股票里面来讲话，有一档股票最标最标股票，我想跟大家报告一下 CPU 族群，你要印象吗？两岸押宝、省功耗、降成本 ，CPU 族群成为业界的新显学。那么各位，台积电的矽光子族群加 CPU 概念股高歌，技术突破有望切入热插宝光通讯市场。那么矽光子族群加 CPU 光盛有印象吗？联军也是，讯星 KY 跟大家报告过的，其实很多股票持续的大涨，你要把握这个机会。各位，矽光子概念股重启涨势。铜退光进趋势带动下，那么各位，英特尔 OK 供光通讯两岸押宝，冲刺的矽光子跟 CPU 族群。当时候我什么时候跟你讲光盛的？各位，4月30号，你们要复制光盛的模式，在我们的 Line， 各位其实都有把资料写得非常清楚。光盛5月3号的时候上涨0.94%，5月2号涨停板 OK。好，光盛的7月1号涨停板。7月4号，今天涨停板，各位，矽光子的光盛，各位，399吃到饱，399，你还记得吗？以前小时候的时候有299吃到饱，399吃到饱，现在光盛有399吃到饱了 ，OK， 涨幅呢自己看一下。我们在这边5月2号跟大家去做报告的时候，各位涨，慢慢的涨到399了。我曾经跟你讲过一句话，还有一家成语你还记得吗？带着钢盔往前冲，是不是涨股票？各位还真的，各位涨幅你自己判断一下，是不是买一张可以赚那么多多少钱，你自己看一下。基本上我几乎天天讲，非常重要。那为什么天天讲呢？让你对这只股票有印象，黄老师又讲出来给你听，而且每档股票我想我都是有提前跟你说。这边来讲话，5月2号跟大家报告的时候你还不相信呢，你还觉得说老师会买太高了，结果没有，盘整完以后直接慢慢涨，都是你有机会的地方。所以很多股票的时候你要把握这个加入的机会非常重要。所以各位，当你以后 OK， 让永文的股票当你最好的依靠。我们股票其实很多股票来讲话，其实都很稳健中的一个慢慢成长。我也希望是这个标股持续标，像机械概念股我也知道持续标，但是有很多股票来讲话多空分明的，你要自己去判断。如果你不会判断的时候，欢迎加入我们的行列，这非常重要。好，那么你还记得吗？之前跟大家报告过的 CoWAS 的概念股还有印象吗？我想你应该有印象，因为我前几天才有讲过而已。各位，CoWAS 的概念股宏盛跟星云 OK， 今天3583的星云大师又涨停板了，是不是很漂亮？各位，我没有提前跟你说，有的我提前跟你说过。各位， CoWAS 和台积电涨价在即，那么我跟你说过，台宏硕的时候那时候上涨到1365元，创下新天价。但是我不是这时候跟你说的哦，什么时候跟你说的？各位，2月23号宏硕规划 CoWAS 的制程，看好营运成长。各位，7月1号稍微上涨 ，OK， 我跟你报告过。那么 CoWAS 的宏硕的话，各位半导体四制程挣的多少？自己看一下，从868元，各位一直涨，涨到都要多少钱呢？我们稍微看一下3131。OK， 好，今天到1500了 ，OK。有吧，各位，我们从800多块跟大家持续涨，我说这个很慢，但是呢会让你赚钱。如果你有大资金的部位的投资朋友，其实你买这种型的股票就抱着安心，
稳定，可以让你大赚钱，是不是非常棒？所以很多的时候其实我都跟你报告的非常多次，什么时候会有大型的股票跟你做一个报告，其实这都是非常多的赚钱的机会。那么在星云大师呢，回到我们星云大师跟大家报告一下，我们3月25号在不到300块跟大家报告说，社会 AI 强劲需求之下带动 CoWoS 制程需求，327上涨 8.91%， OK。 4月2号星云涨停板，涨停板，4月3号涨停板，涨停板，各位，7月1号涨停板，当时候7月1号我还跟你报告过，7月1号当时候星云涨停的时候我恭贺大家涨停板， OK。 7月4号各位又涨停板，有没有？ OK， 3583星云涨停板。好，真的这天来讲话，我们很早跟大家报告过了，慢慢涨，慢慢涨，现在呢又涨了 20% 以上，有没有？应该都有。短线来讲话，你应该都可以赚得到钱。我想我每档股票是不是非常的稳定，那你个稳稳的获利。所以各位，其实来讲，各位大户特定有钱人的资金，内资外资筹码稳定的股票，是不是你可以买进，然后跟着我们一起操作？大家讲话，你要跟上黄老师，来得越早，你会赚得越多。各位，星云也是这样慢慢涨上去的，你不要看它涨到哪里，各位，它会慢慢涨，涨到你超乎你预期。所以有时候股票来讲话，超乎你预期的股票，这就是我们要的标的。所以来讲话，有时候投资朋友你看的很多基本面、技术面，你觉得说很棒、很好，但是为什么都不涨？最大的原因就是说，你没有找到一个好老师来帮助你，能够在这个挑选股票里面持续的上扬，非常重要。那每次要附注说你要不要怎么操作，其实你要你的幸福感，要我黄老师帮你做一个选择。你说好的股票，譬如说光盛，各位，它是不是真的非常非常飙？那么其实在整个操作来讲话，各位，它是不是非常飙？它没有天天涨停板哦。从长度来讲话，我没有天天讲涨停板的股票，是它讲了那么久以后涨停板，该跟大家报告一下。其实很多机会说你要跟上黄永文 ，OK， 勇敢的买进，稳稳的赚钱非常重要。那为什么要勇敢的买进呢？很多股票的时候，我跟大家报告的时候，它其实真的是慢慢涨。尤其是加我们的 LINE 比较重要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加入 LINE 的话，很多的 好东西会跟大家去做一个报告。那最主要上次跟大家报告过，各位还有印象吗？我们送大家股票，那么各位，那么在7月2号的时候送大家股票 ，OK， 联策跟讯辉印材，联策呢，各位6658这档股票，我应该礼拜一送给你的，礼拜一，油田，联策这边有送给你6658。当时候我联策7月1号送给你的时候，是社会 AI 视觉应用题材发酵，股价连续创高，涨停板，涨停板，各位，第二档股票又来了，联策礼拜二 PCBG 半导体设备厂涨停板，7月3号各位联策涨停板，各位7月4号今天又涨停板，是不是？我是不是真的一档股票我有提前送给大家，各位你都可以享受到它赚钱的乐趣。这个涨幅大概有 40% 了吧，应该是有的，我都有提前送给大家，各位。所以加入我们 LINE， 很多的好股票其实都非常的棒，其实几乎每档股票几乎都有一支涨停板的机会。我想我的选股功力应该不错，跟大家报告过。所以我们 LINE 各位这边有跟选给大家看，6658的联策是不是创下近期的新高，涨停板。所以很多的时候其实涨停板的机会就是在我们家会发生，而且以后会更多。那为什么呢？因为黄老师找到一个更好的方法，有一个某一方面的东西跟大家是说不方便说，但是来讲话它持续就会有大涨的动能，非常重要。那为什么大涨的动能呢？其实就是在每个一个选股上的逻辑上一定要跟别人不同。所以各位你要跟上黄老师，来得越早你会赚得越多。最主要原因就是说很多的机会我有时候提前跟大家分享，有时候是买了以后再跟大家报告。还有一项吗？各位，君豪台积电供应商全球大扩厂受惠股君豪5443。那么我在627要跟大家报告的时候是慢慢涨， OK， 之前就跟大家报告过了，这时候请你大家来拿，拿完以后各位，君豪来讲6月25号上涨 1.45%， 6月26号
涨停板，七月一号涨停板，七月二号涨停板，各位。那么来讲话，君豪先进封装的设备5443的君豪挣了多少？自己看一下。我们在这边跟大家报告过了，这边60几块跟大家报告，请你来拿资料，请你麻烦你来拿资料，免费送给你。如果当时候你有来拿的话，其实你就可以享受到很多的赚钱的机会。所以各位，今天我们推出了光盛加君豪新应用加新的题材，不翻倍就很难。其实这两档股票是不是最近的一个强势族群？那有没有下一档从底部讯号起涨的呢？当然是有的，各位，543的君豪有没有从底部这边起涨的？当然是有的，只是涨多涨慢或涨快而已。其实很多的股票其实都是在我们把握之中。各位，这种股票光盛，各位，我们看一下光盛 ，OK， 好，涨幅有这么多，是不是有没有从这边底部开始起涨的？跟大家持续的一个追踪，各位，君豪。543的君豪从底部这边跟它起涨以后，涨幅那么多，各位，施智诚的设备宏硕是不是这边跟大家报告以后慢慢涨慢慢涨，持续的涨，所以不论高中低的价位的股票，各位有没有新应用新题材，不翻倍都难，一通电话让你改变你的财富未来。那我们先进广告一下，谢谢各位。迈向20000点新时代，888惊喜价大步向前走，让您金融年一路赚到底。迈向20000点新时代，888惊喜价大步向前走，让您金融年一路赚到底。惊喜专线02-8511-3366，8511-3366。这条路是孤独的，投资这条道路是辛苦的。静心思考，20年来坚守专业与热忱似乎不够，总想着能为投资者多做些什么。你们就是我们的支柱，你们就是我们的动力，用心去关心每一个股市投资者。鼎业投顾全心照顾，02-8511-3366。全球财经台除了家中有线电视之外，您还可以这么做，网路影音平台 YouTube， 能上网就能看，而且免费，改变收视习惯就从全球财经台开始。我的节目现场跟大家沟通几个观念，各位，操作股票来讲话，时间不会重来，什么意思？时间不会重来。当我跟你讲光盛在159块跟你报告的时候，五月份的出头的时候，涨到399 ，OK， 是不是吃到饱的位置？所以来讲话，各位，但是呢，赚钱的方程式是可以复制的。每一档股票会赚的股票会飙的股票基本上都是可以复制，你只要跟着黄老师就有办法享受到这个复制的感觉，各位，加上黄老师的 Light 和康东底加。那为什么股票会这么的飙？很大的原因就是你要 DNA 复制，你做什么事情你要越熟悉感，你就有越有办法赚到这笔钱。在台股的一个道路上，你要知道说，其实很多的股票你要长期的做一个复制的动作，每一档股票复制它的 DNA， 复制完成的时候，自然的它就会像光盛就直接往上飙。所以各位，时间没有如果，如果是不会重来的。如果我这时候跟你说你会买吗，你会买吗，你会买吗，你会觉得说老师太高了，你说对不对？
你说对不对？有没有机会说，哎，这不太高了，老师太高了，结果它一直涨，一直涨，涨到时候你受不了的时候，就是你会问我说，哎，老师该怎么办？其实很多地方有没有在低档低基期的股票，在这边呢，我们一起来买进，这是不错的。所以当然来讲话，光盛加君豪这样股票低档低基期，新应用新题材不翻倍就很难，记得打电话来洽询。那么各位，我之前跟大家报过股票，我们 Light 有跟大家分享过 ，OK。2365的昆盈今天就涨停板了。当时我跟你说过，台积电、辉达合力推升一奈米，在人形机器人这边，机器人其实是个主轴。我曾经跟大家报告过，机器人是未来的方向性，毕竟现在都还没出来。未来的话，先移入了那个应该是说工厂的一个机器人电动化，也就是说为什么工厂都需要机器人，机器手背摇 OK， 或者是说你麦当劳在炸薯条的时候，是不是有时候用机器人去做，是不是对人为比较安全性比较好？所以很多比较危险性的工作可以交由机器人去负责的话，或许对我们的人工是比较安全的。那么在马斯克人形机器人说拼明年底问世，当然我们之前跟大家分享过的标股昆盈之前有跟大家报告过，其实也自己创下近期的新高。那么最神秘的机器人概念股，各位和春今天也涨停板。所以很多股票来讲话，其实我们的股票都有跟大家报告过，它有时候会慢慢涨，慢慢涨，涨不停，这也非常重要。所以你要记得赚钱的机会要把握住。所以各位，赚钱的稳稳的赚，一通电话能改变你的未来。那么为什么很多的机会大家都会错失过？没有如果。比如说5443的君豪，当时候我这边跟大家报告的时候，大家不理我，不理我，不理我。但是呢，后续涨多了，大家都会注意我的股票。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呢？其实很多的时候，我都在低档跟大家去做报告。但是会飙的时候，各位，它的涨幅多少？涨幅多少？涨幅多少的时候，其实就看大家愿不愿意跟我们一起来大赚，这非常重要。那么各位，其实跟大家报告过了 ，OK， 训练基因是不是6月21号跟你报告过训练基因，生技股的训练基因，其实都有跟大家报告过。各位，后来涨停 ，OK， 生技股7月登场，扩大3倍，摊位突破2200位，再生医疗法过关完以后，是不是？蛮会涨的，4160的训练基因是不是创下近期的小小新高？520后跟大家持续的报告，当然在政策利多之下还是持续的创高，没有错。5月29号的时候，训练基因各位带动人工生殖补助政策开跑后，强势直接上涨涨停板。6月26号涨停板 ，OK。6月27号涨停板 ，OK。6月28号也涨停板，各位。7月1号的时候也涨停板。所以各位，生技股的黑马股，各位4160的训练基因是不是挣了多少？自己看一下。其实我都有提前跟大家去做一个报告，它是不是真的是属于一个强势族群？当强势股来的时候，我是不是一一的跟大家去做报告？所以关注我的节目非常重要，让你得到很多标股的一个讯息，不论它会不会标，它是后续的续航力。或是后发先至也非常非常强，所以每档股票来讲话，你要加入我们的行列的话，其实非常重要，就是加入我们 Light， 各位加入黄老师的 Light， 这个 QR code 麻烦你扫一下，这样子很多讯息、很多标股、很多会涨停的股票，应该都在 Light 这边有直接跟大家去做报告分享。那么其实很多机会来讲话，都是股票就是来来去去的，但是你要懂得去做一个如何去做一个。调节非常重要，像机器人股票，我想有些是多空分明的，所以来讲话，未来的全球大方向，各位 ，AI 机器人非常的重要。我跟你报告过了，安控也是，医疗也是，智慧工厂其实都是，自动驾驶、AI、PC 手机都是。但是呢，重型的股票都会来回轮流的一个做一个往上涨的感觉，所以你要抓到起涨点非常重要。当然，均好的时候，我跟你讲，等到这边要涨了，要涨了，要涨了，请你来拿资料，请你来拿资料，请你来拿资料，是不是后来就喷出去了？后来就喷出去了。所以每档会喷的股票来讲话，你要记得跟上我们的行列非常重要。所以各位，均好上涨的多少，自己看一下 ，OK， 这涨幅多少？那么训练基因呢，涨幅多少？自己看一下，是不是真的有这种感觉？光盛最棒的光盛，各位从150几涨到399吃到饱，是不是？这个价位是不是你自己看一下？那么
硕也是，各位从800多块涨到1500，是不是都有提前跟你报告？那么其实很多股票来讲话，你要把握这个大行情，所以未来来讲话，会不会到未来台股来持续涨、持续涨，涨到25000了？这个机会有没有机会呢？那拭目以待一下。所以来讲话，有时候我不要提前说太多，为什么？因为有时候泄露天机太多其实是不好。但是呢，来讲话，它这个股票来讲话持续涨、持续涨、持续涨，你要把握那个上涨的行情非常重要。所以把握起涨点，各位，它上涨的时候，自然的你就会享受到一个做一个飙股的乐趣。所以各位来讲话，光盛加上均豪。光盛涨幅这么多了，有没有下一档股票是哪一档？均豪这档股票有没有下一档是哪一档？新应用、新题材，不翻倍就难。一通电话让你改变你的财富未来。那最主要原因就是说，在很多会涨的股票里面，很多的机会就是你要把握上车的机会。所以操作股票是没有如果的，如果是不对的，各位一定是要赶快找到一个起涨点，跟着我们一起上车，一起来大赚。那么各位。光盛加均豪，如果你喜欢的话，欢迎打电话来洽询。以上就是我分析，也谢谢大家收看，祝福大家操作顺利。本公司与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，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、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。